美术生的高光时刻，拿画板找位置。你速度还挺快。哎，那个老师，那个素描纸，小测试，嗯。哦。你看他用的是康颂，真奢侈啊！走，咱顺理成章，你去，我去找。你们要拿拿吧，我这儿还多着呢。你下下。1:1:2:3，直接泼，用的还是碳条。朵拉，来过来，梅子的衬布看着就软。你画的是啥？我问你，给我画座山，你是想画出来砸死我？你不就在梅子后面坐着呢？你画不出来抄他的呀。动动脑子。